神隐少年就是那个狼了咯，因为我就是那个秋铁雄狼了。没有，一直在看啊，我一直在看你是不是，因为有叫嘛，就是你要么就是你，要么就是你，那我就一直在深锁你的眼神。 就是狼，你牌的时候，我觉得发号像，因为通常凯莉姐跟我对看的时候，她就会讲看我，对，现在变成第二，因为笑脸看到这个，那我在深锁你的眼神，就是狼。你牌的时候，我觉得发号像，因为通常凯莉姐跟我对看的时候，她就会讲看我，对，现在变成第二，因为笑脸看到这个。有没有你这个其实有那种味道，就是那种装酷啦，你知道，就是在为啊，其实这个已经有20左右了，20、21的时候，就是很想要装大人的感觉啊，还很做作的穿一个西装，绑一个领带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都生病，很多女朋友的。